Hello，又到我们拍开箱时间啦！哦，这次是选这阿婆你那边买的？哦，这是我妹网路买的啦。我们就拍一些团购的网路买的可以吃的好吃的东西。然后这个叫招风饼铺枫糖宜兰什么饼？OK，宜兰的饼，宜兰的名产哦。OK。这个是枫糖的，三星葱的，OK，看一下背后，还是真的是宜兰的，我妹买给我的，她买了给我吃，拍给你看看，来把它剪下去，我们吃吃看。这个是市面上都比较不好买的哈，这种东西有时候要团购才买得到。我们先吃枫糖口味，然后把它转过来，OK。然后感谢大家订阅哈，最近订阅都蛮高的，是拍鞭炮系列的，然后鞭炮下次等中秋节我再玩，OK。然后我们今天吃一下宜兰的饼，这包装写，牛舌饼吧，这不是宜兰牛舌饼吗？不是吧？宜兰的饼的啊，但对是啊，里面。我看一下里面长这样子。一定来，是好像拿起来，有点饿了。这有什么？不是台中哎，牛舌饼，哎，真的是有牛舌的感觉，很薄哎，我看口感怎样？好薄哦，来吃看看，这边写素食啊。你看一看。很薄哎，打开大一点，还不错吃的，它不会很甜的，再吃一块，可是它怎么变成两半了哈？应该大吧？应该是运送过程中变成折断来着，变成两半，我没差啊，真的好薄，很薄，OK，我们再开箱另外一个。这个三星葱的，这配菜不错。等一下叫老婆泡一下这个，这上次都拍完了，还不错。这都平常在家乐福啊、全年买不到了哦。这也不是业配啦，因为这种东西就是，通常越好吃的东西就是团购，然后是那个才会的那个。然后先预告一下，礼拜六我要去小金门看工作，然后顺便拍小金门的特辑。小金门特辑，OK。小金门会去那边买那个那边的，刷够那个字很难念，够就是应该脊骨脊骨那种感觉啊，刷够哈。然后，那边碰饼，OK，我们会去那边拍片，到时候影片会慢慢上。OK，就差不多了，来吃这个，吃一下这个三星葱口味的，也是很薄哎，你看这么薄。那卤酱烤的刚刚好，有办法烤这么薄？我觉得它口味很清淡。蛮好吃的。它的特性就是这种口味就不是很重，而且吃起来蛮清爽的。OK，还不错。然后还有一个，哦，这是看到没？牛舌饼，这下次再拍开箱了。我们先吃这两包就好了。OK，好啦，那影片到这边结束了。最后喜欢影片欢迎订阅哦，拜拜，再见，新年快乐。现在已经是元宵节了，OK，拜拜，小过年快乐，拜拜。OK，拜拜，再见。